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 Switch 平台的这个《魔剑物语》啊。本作是《铸剑物语》系列的精神续作啊，玩家将扮演濒危的魔王与勇者擦出火花，继而开启一段有趣的冒险故事。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哎呀，怎么又跳到这个动画了？好，来吧，进入游戏。哎呦，你们各种品牌的这个广告都得打一遍是吧？来吧，我的时间だ。进入游戏 ，New Game 魔剑物语。ぶった切るだけだ。本作品可以选择不同外形与性格的主角。OK， 这是什么男的？这是女的，好像还是男的帅一点，我们选男的吧。可以啊，开始。哦，这个游戏在 PS 上也有啊，《魔王复活》序章。在事件对话界面中，可以观看登场人物之间的互动。OK。以及可以回顾同一场景内的台词，在事件对话中有时会出现选项，可以提升这个角色的好感度啊，提升可以获得魔王称号的点数。OK， 若此处显示角色图示，表示可以提升好感度。OK， 来吧。怎么感觉有点像玩这个 AVG 游戏啊？狂喘气可还行，一上来就。魔王还蛮帅的，诸神包围他，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邪恶魔王奇力扎克。小心，他还有使用魔剑的余力。剑神杀神剑魔杀魔的认知魔王啊，我们是认知魔王啊。なればこその神魔連合、今だけはいさかいの手を止め。让我们不择手段的葬送那个灾厄的化身吧。哎，你们就是想打倒我对吧？奇力扎克。そこまでだ。刃の魔王奇力扎克。到此为止了。お前はただ你光是存在就可以扰乱这个世界。优斯提尔的自然法则。去死吧，西内。这个魔王为什么要一直喊？この身に変えてもやらせませんぞ。哦，有人来救我们了吗？哦，下雨了。主君啊，再撑一下。就算老夫铁之魔王粉身碎骨，一定会保护你。哎呦，这个铁之魔王来救了我们啊！这个世界要有光，要有光。様、しっかり、魔王様。魔王大人，醒醒啊！太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你是谁啊？誰だ？誰だ？失礼いたしました。つい取り乱してしまって、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我的名字叫做萨提斯。僕の名前はサティウス。あなた様にお仕えする使者でございます。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说仆从？しもべだと。为了有朝一日能侍奉你，我一直都在这个藏身之处不停地锻炼自己。只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又有谁来了？这奇珍异兽是什么？巴尔加金？是刚刚救我们的那个吗？哭了。再撑一下。
啊，铁之魔王。バル、その通り。巴尔加。あなた様のバル、恥ずかしながら。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种形状了？是因为救我们受伤了吗？間一髪のところであなた様をお助けはしたものの。陷入了不省人事的危险状態。僕が魔術で仮染めの体を。做了一个暂时用的身体。OK。良いのじゃ、サティウス。行吧。あのままでは我が輩のボディは崩壊し、完全復活。你就这么勉强活着吧。吴孙啊，实在是万分感谢，这是他的孙子啊！天哪，酷，这好像都是有不同的选项。你跟这东西有血缘关系啊？我们选择这个 Fanny 吧，搞笑派啊！你们俩居然有血缘关系、啊！老夫原本是冷峻老将军啊，可以吧？確かに生前のおじい様は以前他生前是以这个健壮闻名啊，又说什么优点只有健壮，吴孙真是冷淡。他这个孙子感觉就很像女生啊，配音的也是女生。つまり魔王様はハーザですとみなされて、我们被诸神和魔王们合力讨伐，因为至光神所提倡的神魔联军啊。企图抹杀我们。身为刃之魔王的我们是多么的强大！啊，我们的魔剑啊，可以，就是能诛杀这个神和魔王啊，并且不能复活。厉害喽！だから神々も魔王もわざわざ人間を勇者にした。拥立人类为勇者。敵を倒す。これも一人に。刃の魔王としての異能なのでしょう。对啊，我们身为魔王，为什么还能那个用魔剑啊？たった一人で敵軍と渡り合った末に、魔王即将被带到那个光之牢笼啊。思考心で滅ぼしきれなければ、OK。徹底的に在诸神和魔王绵延不绝的战争中，それだけはさせじと我が輩が。多亏他救了我们啊！本当に無茶しすぎですよ。大功一件哈。まあ。なんとか追っ手を振り切ってこの隠れ家へとお連れして。我们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下手に魔術をかけたら、かえって完全な回復。所以你们什么都没释放，就让我自己这个恢复是吧？僕たちはこの隠れ家に復活に必要な魔力を効率よく集めるために。哦，你还是布下了这个魔法阵的哈，可以。ついに今日我们终于复活了。その魔王様復活。魔王大人复活了！哦，赞了！復活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是不是睡了很久啊？やたら眠っていた気がするが。魔王大人的这个配音感觉挺有磁性的。それだけ深手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調子が戻るにはまだ少し時間が必要かと。只要去外面大吃一两百个人类的新鲜灵魂。いきなり暴れてはお体にさ。一醒就让我们去杀人是吧？記憶の抜け落ちなどもあるやもし。好吧，再休息休息。なんで？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主页画面为进行游戏时的主要画面啊。随着故事的进展，将会开放各种选单供玩家处理。OK。随着故事进展，就移动至委托画面执行，有感叹号的委托吧 ，OK。委托哦，出发猎魂啊，来吧。现在就立刻动身，尽情吞噬人类的灵魂吧。执行，继续。看一下这座的战斗啊，好像还是那个 ARPG 模式。ではでは，出发吧。哎，怎么又有了新角色来了？看一下谁来了。市民の幸せな暮らしのために。我们是政府的专员。政府のものです。这什么秘书长？なんじゃこの女は。这女人是怎么回事？ですから政府のものですよ。保护监察官啊，名叫马米。そんなことはどうでもよろしい。对啊，你是怎么进来的？どうやってと言われましても。我们都做完市民登记了。哎，什么鬼？そちらのサティウスさんが手続きをしてくれましたよね。完了，萨提斯没跟我们说啊，这个孙子怎么回事？どういうことだ、サティウス。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ご復活の嬉魔王様がお眠りになられている間に、这个世界怎么了？变化了。なので、事務的に私が神々と魔王たちによる戦いの準備は、早在很久以前神魔大战就结束了。しました。は？哎？この世界、这个世界如今已经是和平盛世啊，阿尔盖迪欧。
Okay. 理解いただけましたか？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なんじゃそりゃ？なんじゃそれは？サティウス、何故我が輩に？是因为爷爷也睡了很久吗？そんなに責めないであげてください。哦，其他人还都在进行复活。むしろ、冷静に現実を受け入れてください。我们这还是一栋违法建筑啊！可恶。誠に申し訳ありません。非常抱歉。もういい。気にするな。えい！ゴーハラじゃが、くたばりかけて。以我们现在这样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啊。我が君の温情に感謝するのだぞ。要感谢主君的宽宏大量。OK。はい。ありが。身内のお話はまとまりました。刃の魔王こと。双刃魔王基于政府公正而仔细的调查结果，已被指定为濒危物种类。哎，我们他妈成了保护对象了。好嘞，濒危物种可还行？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被称为魔王的存在。我们堂堂魔王居然要你们保护，怎么回事？要接受区区人类的保护？对呀。咋了？我们的魔力？啊，我们的魔力总量少得可怜。What？その通りです、おじい様。怎么回事？そしておそらく未来也无法恢复，为什么？サティウスさんのせいじゃないですよ。すべては平和になったからこそ。哦，诸神和魔王都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魔力不容易产生。世界が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哦？市民たちが幸福に暮らす分には、桁外れの魔力を欲するあなたのような頂上の存在。生存艰难啊！なんということじゃ。怎么会这样？ご安心ください。他の皆様同様に幸せな暮らしをしていただくため、你支援体制来照顾我们。そのためにも、请你佩戴这个东西。啥呀？给了我们个什么？红色的识别证。絶滅危惧種であることを示すものです。这是身为濒危物种的证明啊！政府就会承认你是市民，好吧？你们这是想要监视我吧？私の間違いだろ。这不就是要随时定位我吗？过分了啊！残念ながら、その場合は完了，身の安全威胁我们了。我都是处理的。你是在威胁我们吗？没错。そうもない。すぐに暴行。ただ、あなたの振る舞い。可怕啊！我们堂堂的魔王。ご明察。痛。ふざけるな！开什么玩笑？哦。完了，好像打不赢人家，怎么回事？魔王様、ご理解いただけましたか？完了，我们连一个人类都打不过。衰えているとはいえ、我が君の一撃をこうも足。要命了。使いっ走りの私でもこの程度の備えはあると。好吧，这妹子看起来也是个高手啊。不幸でしかないように。把我们魔王的攻击给弹开了。魔王様、どうかここはこらえてください。今不愉快ならば。後で僕をお好きに罰してく。ようやく復活されたばかりじゃないですか。忍辱负重吧，活下去吧。ですから、求求你了。今だけはどうか。唉，人生艰难啊，魔王的生涯也很艰难。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魔王さん。别上了这个项圈啊。今よりせ、あとはお任せください。就感觉像养狗狗一样。レスキュー手伝どうぞ。唉，魔王様。奇耻大辱啊，简直是。怎么回事？お怒りを鎮めくだされ。その必要はない。ですが。但是其他的魔王和神都死了。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仕方あるまい。只能接受了。ならば改めて町の。去看看街上的样子啊。でしたら、okay、おじい様。いしゃめるべきは我が輩よ。更应该跟主君说。自由奔放な魔王様の子。行吧。让老爷子当弃子啊！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せ。路上小心。感觉这游戏怎么是个搞笑游戏啊？我们说好的要去猎魂呢、啊？看一下能力是什么？哎，好像也有啊，在能力画面中可以查看角色的能力值，确认和变更装备及称号。若伙伴增加就有各种更多的选择，攻击和防御，敏捷会影响自己的暴击的几率 ，OK， 抵抗会影响这个异常状态，幸运会影响这个暴击及异常状态。
OK， 魔剑最多可以装备三把，并且能够在战斗中随意切换。魔剑的装备设定为全角色共享，防具每人可装备三把。哦，这个魔剑就是大家是共享的，但是装备是大家可以那个。然后多名角色可装备同一件防具啊，在等级提升时会获得技能点数，还可以自由的加点是吧？可以啊。主动技能是消耗 SP 值才能发挥，被动就可以直接。OK。称号可以干嘛呀？可以提升能力值或者发挥特殊效果。OK。想要获得新的称号，必须达成打倒一定数量的敌人的条件。OK。哦，我们这儿有这么多，看一下变更装备是什么？怎么不给我们变更啊？哦，可以变更哈。技能，我们技能还挺多啊，对吧？还蛮多的，但现在好像还打不了。委托吧，继续吧。陌生的世界讨伐，执行并完成各种委托即可使故事有所进展。重要的委托会以感叹号标记。OK。在执行的时候，可以在原野画面上选择放弃。哦，重要的委托就无法放弃啊。按下 X 键可以直接移动到能力画面。OK。在委托的详细资讯画面可以确认完成条件。好 ，OK。X 键确认哦，可以直接在这确认能力。OK， 打倒三只狂野大蛇蜥，哎，可以，执行委托吧。さあさあ、今日は新鮮なブロッコリーがあるよ。你上来卖花椰菜可还行？今天天气很好啊，真是和平啊。感觉人们好像都过得很和平啊，这可怎么办哦？这我魔王没有生存的余地了呀。多亏了政府啊，真是太棒了。真的很和平啊。这我们怎么办啊？あの監察官とやらが言った通り、神々と魔王の戦乱の日、つい昔のことを懐かしみたくなりますが、我が輩とあなた様が初めて出会った時のこと、我が輩が支配する領土にふらりと現れたあな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そんなこともあった。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怒り狂ったあなた様を止めるべく、我が輩は一騎打ちを挑んで完敗した。キレ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なた様はすべてを水に流してくださった。啊，因为我发泄完了。したからな。あの時、我が輩はあなた様の器の大きさに惚れたのです。自由強引に頼み込んで家来にしていただいて以来、その思いは日々募っていくばかりです。おいたわしい。可怜的魔王，这怎么有个小姑娘，好可爱！小丫头，你做什么？なんだか元気がないね。哦，要给我们吃的是吗？嗯，我只是觉得生命很空虚。主君的口头禅。因为太强了，所以很空虚，是吧？好，给了我们一个微甜饼干，小女孩好可爱哦。すっごく甘くて美味しいんだ。可以啊。このお方は刃の魔王様で。魔王様なの？魔王大人吗？哎呦，我们这一头红发，难道还不够明显吗？完了，人们把我当吉祥物了。そいつはめでたい。魔王様へ。要命了！魔王大人决定成为偶像。要命了！赶紧跑吧！やれやれ。やれやれ。啊啊啊！又谁来了？そう、睨みつけるで。这老头感觉很健壮。別に取ってきたりせんよ。わしはジージー。老头，我是 JJ。ジージーじゃ。JJ。导师？什么导师啊？あなたのような迷える若者を導く。有点时尚又爱多管闲事的老头，可还行。待て待て、陷阱可是会吃亏的哦。哼，
そなた。何も退屈なのじゃろう。胸の中がスカスカし、それはな。因为我们的灵魂很饥渴啊。魂饥。魂饥。さよ。如同维持身体健康需要摄取营养。食物の多種多様な体験によって生じる情緒。那我们应该去哪摄取灵魂呢？そなたにはどうやら、それがどうすればいい？より多く、より深く。啊，要更深入、更广泛的与他人接触。Okay. そうした日々を重ねて、糧とせ、恋をすることじゃ。谈一场恋爱。恋はいいぞ。ドキドキ、ワクワク。什么鬼啊？ときめきを感じるほどに魂は充実し、当你获得灵魂伴侣时，人就会变得所向无敌。無限婚活なのじゃ。你搞了半天，你是个相亲的是吧？そこでこの本じゃ。騙されたと思って、要命了。いつでも訪ねてくるといい。唉。今回。所以魔王需要谈恋爱是吗？置いてきぼりとはひどいですぞ。我が輩が。哎呦，发生什么了？ラジャ。魔獣だ。魔獸来了，我们来保护人类吧。助けてくれ、誰か、早く。お母さん、くわ。なんじゃこれは。魔王様、お。お、さて。怎么回事？魔獣の襲撃です。哦，有一群魔兽野生化了。皮肉は後で。ほっといていいのか。通報されれば政府の人間たちを救って。哎，让我们上吧。哎呦，完了，小姑娘，给我们送饼干的小姑娘要救她。哦，好帅哦。魔王三吧。なんて無茶を。ま、人間なんて僕らにとってはうぞうむぞうの消耗品。哎，还是要救人家的，毕竟我收了他的甜食，对吧？甘いのをもらった。そんな理由で。控えよ、サティウス。自由。上吧。小娘の安全はこの。哎呦，要战斗了。X 键使用技能，长按 X 键可以选择技能 ，A 键使用道具。长按是选择道具 ，OK。Y 键是挥剑和探索 ，B 键是跳跃。好。哦，减号键是地图啊，加号键是主页 ，R 键可以快速移动 ，ZL 键放弃 ，X 键可以使用技能，按下 A 键可以使用道具。OK。与敌人接触或是以魔剑击中敌人，就会判定遇敌并进入战斗。OK， 来吧，战斗吧。你的目标是使用攻击或者技能来打倒敌人。B 键跳跃 ，L 键防御 ，ZL 和 ZR 可以施展角色固有的技能。OK。连续按一下 Y 键 ，YYY 键 ，Y 键。OK， 空中也可以攻击哦。好，剑、斧、枪几种武器的类型。敌人的 HP 条旁边会显示克制的武器。OK。持续朝画面边缘移动，可以从战斗中逃走。OK， 好，来吧，上。这战斗看起来就是即时制的。这个画面有点可爱吧？来吧，上。看一下怎么战斗啊！哎呦，这么厉害！好，我来直接。好，看一下用一下技能，哇，帅的哦！好，这一上来感觉这个战斗有点简单哦。这个巴尔加金真的是会吹马屁啊！哇，魔王这个战斗时候的样子好帅哦，太帅了！我最喜欢魔王大人了，哼哼，是不是顺便吸了一波粉？涨粉啊！
变成偶像了呀。哈，感觉还不差、啊。好可爱。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看一下新的委托、啊，意外的收获。お願いできますよね。完成条件 ，OK， 这好像，这好像是剧情啊。市内での許可なき乱闘は本来ならば重罪なんですよ。本来是重罪啊。特別に。好吧。我可是救了人类啊！真的是。自分らでさっさとし。行政には厳格な手続きというものがあるんです。お役所仕事け。这些公务员真是没用。私。その辺にしておけ。は。あなたは絶滅危惧種。因为我们是保护对象。哈哈。やれやれ。白忙一场啊！おじいさん、魔王様が魔獣を倒した。出现了回复魔力的征兆，哎，打倒魔兽就可以。年中の蓄えていたものを回復魔力是吗？ことは魔獣を。残念ながら、何せ魔王様は手加減無用ですから。什么？消耗的比吸收的还多，越打越少，可还行？ですが、一縷の。よろしく頼むぞ。さて。哭了。はい、必ずや。帅不起来了。かくして魔王は目覚めた。そして魔王は目覚め。これは这段故事的开端啊，可以。哎呀，第一章应该是结束了啊，可以。濒危物种魔王奇力扎克。Chapter One， 挥舞魔剑霸主之人。这游戏的剧情怎么可以这么搞笑啊？というわけで、倒した魔獣の魔力は、いや、それは奪っ。那我们再去打几个呗。何を言うかサティウス。脳筋な思考はやめてください。好吧。还要精打细算啊。魔王様が今のまま戦い続けるか。それでは自利品ではないか。一応対策は考えてあります。魔剣鍛造修炼書。锻造魔剑修炼书。魔王や神々といった上位の存。剣、斧、槍。形状や性能に最高。残念ながら我ら魔王や。そもそも人間という種族は上位の存在である。少し世話をしてやれば。ですがその向上心は侮りがたい。マグラム鍛造もその一つ。可以。あれには神々も面食らっておったの。もともとは眷属である勇者らに持たせることで。神々や魔王は決してお互い永遠不滅であれ。始源存在为诸王。诸神签订了永成为永免永远不灭的存在。この世界の万物を作られたという。奥丁啊。唯一無二の超越。奥丁也死了。がその断りに、ま、要するにマグラムを使いこなせる怪の存在の。弑神者和屠魔王者。切り捨てまくってきたんだ。对啊，我们砍了一堆。それはあなた様が刃の魔王だからです。好吧。しかも。ご自分でそれを使う。その異能ゆえに、恩美は就是因为我们太强了，所以被追杀。哎，我也没办法呀，对不对？长，就是人比较强。ですが、それも魔力が十。そこで、リヒョ手ずからマグラムを鍛造することで。透过亲手锻造魔剑。OK。幸い倒した魔。来吧，我们来锻造一下魔剑看看。它还有锻造系统是吧？在锻造魔剑画面中，可以消耗素材来制作武器。武器一共分为剑、斧、枪三种类型，且全部都称为魔剑。素材主要可以打败敌人时掉落获取，还有这个多种方式能够获得素材。所有魔剑皆分别有四个阶段的品质阶级啊，阶级越高性能越高，而阶级越高所需要的素材就越贵或者难以获取。OK， 那我们看一下可以打造啥呢？ランクをお選びくだされ。这好像都打造不了吧？对吧？这都没有啊。我们能打造啥呢？啥也打不了。哦，这个好像是可以打的，是吧？ランクをお選びくだされ。这个是可以打的。
这前三个我们都可以做，来做一下第这个七号吧。锻造，看看什么武器。哦，品质 A 级，这个加里亚耀刃。锻造过的魔剑可以到持有剑一览进行确认管理或者装配装饰道具，还可以使用阅览器功能缩放。OK。装饰道具可以装配在魔剑上，哦，可以提升性能或者进行装饰，最多能够装配三个。装饰道具有各种各样的效果啊，就类似于就是那种在武器上面打孔啊，就让武器这个能够改变整把魔剑模样的装饰道具。哦，还可以幻化是吧？可以，每把武器各自能装配道具的数量和位置都不同。好，我们来看一下确认装饰道具。哦，这里是五是吧？看一下啊，这里有各种各样道具啊，可以让它，我操，还可以变成这个，变个仙女棒好不好？有点牛逼啊！你这有点搞笑。黄金图腾炎灵可还行啊？俏皮魔王，就魔法杖吧，有点好笑啊！哎呦，有点好笑。さすがは魔王様。していかがですかな？总觉得应该行得通。なんかいけそうな気がする。それはよかった。しかし結局。王自らが戦われるのでは意味がない。ごもっとも。なのでこのマグラムを将这把魔剑吸收到体内一体化なさってください。魔剑转身？啊，是这个意思啊。そう。さすがは魔王。这直接吸收魔剑。あなた様は。然后这样就可以。そのお力を再让对方来替我们战斗。これなら魔力の消耗は。可以啊。なるほど妙。マグラムと化した我が君を。萨提斯，交给你了。萨提斯，恥ずかしながら。仕方あるまい。啊。魔法でサポートする。那只能是巴尔金了吧？心配は無用です。哦，要找别人来用我们是吧？こらえてくださいおじ。ならば。尽可能的利用人类。そうですとも。嗨，我们堂堂一代魔王，对吧？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不行啊。OK， 好了，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是刚刚登陆 Switch 平台以及 PS 平台的这个《魔剑物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游戏目前已经登陆这个 Switch 以及 PS 的平台了。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旭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